就好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古早人讲，红阿婆少欠债，让人各爱各恨。我今天的主角黄秀娟师姐，先生虽然做工课真打拼，但是就是爱喝酒，常常起酒笑发脾气，师姐总是怨叹自己嫁不到人。今年的三月，先生第三次吐血，送入家护病房，插管打抗生素，受尽折磨。亲人面对生死的时阵，师姐开始不甘，对感情这个人的好，过往的记忆拢总回来。伊才体会到先生是安怎要啉酒。后悔是人生最大的惩罚。秀娟师姐，敢会赴挽回这段亲情呢？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dial is incorrect. Please check it and try again.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dial is incorrect. Please check it and try again.如来菩萨，如来菩萨，如来菩萨，今仔就是会找，啊，大家拜供，啊，伊就转来遮，啊，祝福你一路平顺，平安自在，阿弥陀佛。说到这个，我又想哭。他有他固定的位置，然后我在客厅看电视，最近啊，然后都会想到说，坐在那个位置的人不见了，然后说他好像，在柳营集美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些东西都会不见。然后就是爸爸用他煮饭的锅子，因为他个性比较急，所以他火都开很大，然后锅子都烧焦。他应该也没有力气去洗啦，所以他旁边都。很脏，还不想。他那时候也就很不想要麻烦我们去帮他洗，所以他就这样子。他不会特地去把碗盆洗得很干净，至少可以用就好。
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回来。我真的很希望爸爸可以回来看看我们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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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也是哈，最干净。对啊。对呀。最干净的啊。哎呀，感恩你啦。客气啦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样吧，我这15很干净啊。对呀，我这里很舒服。那一般是那个什么，杏仁粉是不是也可以加那个一起？所以我有出希望刚刚那个低盐湿水，你讲最好的啦，我那。我两个啦，对你无熟悉哦，啊就讲啊无下到包包汤去食食的啦。真的啦，我迄阵啊有听到我做志工队啊有听到啊伊就讲啊我包包药互你食好，食食。啊，够感谢咧。嘿，你好，林师姐，杯给我，过来，干杯，杯。是啊，因为很坚强啊，一路上我们陪伴伊，陪伴伊啊，伊表现很坚强啊。等下有活动，你就把放出来啊。等下甚至讲，等下要搁出去做的，嘛是赶快去配合。他是一个乐意配合的师姐。嗯。人性习性中，所以嘛，离不开酒。到尾啊，林先生的运气是肝硬化，引起一挂并发症。林先生还袂病以前，嘛正对林先生正无谅解，差不多几乎天天醉啦。啊，天天醉，当孝敬师姐伫迄个敬的过程中，伊嘛惊袂出来嘛，那心中嘛有足侪千辛万苦的念头伫出来。我本来袂晓爬，啊，佮阮孙兄咧艰苦一阵哦，我爬得较紧，大家都甲我讲好，你爬头毛哦，差不多全部拢迄落拢爬啊，你阵啊嘛还倒有残废去啊，即拢无。那像阮孙兄啦，即些功课做啊袂好，啊，着啊无做着迄落收着好个功课，啊，着走咧弄啊。较早若毋是伊安尼把我主动吼，我就无即个。伊讲实在，伊原来住边仔打杀个啦。虽然伊无愿意，啊，毋过伊个无形个力量吼，打杀互我，互我会当顺顺时时行即条迄落对上人个脚步啦，真正我爱感恩伊。迄天的日子还袂停落来，妹夫要去病院看你上尾一面，是安怎我会这么悲伤？在生的时阵，你总是醉茫茫，歹查某囝，歹厝边隔壁，搁动手拍我。这几天找无你坐伫门口。孤单的背影，想要爱你回来，无你的客厅，哪会变到这么宽？是安怎，我会这么悲伤？
伊的真正唔敢起来。伊甲我讲吼，恁先生有伫的吼，我唔敢去，啊去了又歹。伊讲教我提提转，伊讲伊拢嘛迄个隔壁迄嘛甲我讲讲吼，恁提提转的，你当作阮老本设定哦。伊讲我若订到遮济吼，我一摆去做主工，伊讲我若订遮济，伊要放火烧啊。啊，我就惊啊惊，讲真正伊若一工若放火烧，啊我会安那？阿弥陀佛，就是讲，伊嘴讲啊，啊无影做啦，吼、哦，我嘛爱来感恩啦。为着因为即摆地球愈来真正愈迄落啊，迄落愈异常啊，啊咱若无赶紧做吼，真正会上面讲的讲真的来不及了。伊无认同，我嘛是要做啦。啊，毋过伊无甲你主动啊。无啊，到尾啊来，伊都身体有那有迄落啦，有较迄落啦，有较差啦，无迄落气力啦，较无气力啦，所以就无阁继续坚持反对啊。伊这哦、喔，伊的迄落仙丹妙药，啊袂记烦恼，啊啉落阁较会困一，啊当时较有水啊。伊啉哦，伊啉拢阿个安尼，啊，拢停安尼，啊，囥在遐，啊，即马等我无伫啊，伊就安尼，赶下，啊，就看我，看听我的脚步啦，伫要到的时阵，我就听伊的杯仔声，就砍落来，啊，就当拄入去，安尼，所以即个杯仔，阮祖囝讲的啊，留一半项啊吼，咋做纪念嘛，有当会模糊啦，模糊即个人咪唔知生做安那。啊！若看到迄块杯啊，至少嘛会讲啊，即项物件用过啊，啊，这嘛是伊的，这拢我拢唔敢弹掉。我阁唔敢放在内底，这嘛伊的迄落啊，咧藏药啊呀，真正熬膏遐啦袂，熬迄落高血糖的肝，迄落啥肝硬化药啊。食到我袂记安怎讲啦，啊，毋是食这尔尔，佮食迄落虫药迄种啊。我若会当出来做，伊也当出来做，安尼，安尼毋知偌好诶。我拢希望伊安尼会当吼，好好啊来迄落来做一挂有意义诶啦。啊，毋过伊都无，我都真正我若无迄落。无迄个能力啦，牵伊袂行。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dial is incorrect. Please check it and try again. 因为我找我妹妹，不去把我爸爸的门号退掉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去做那个动作。我只是想说，会不会有声音出来而已。对。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是我想再听他的声音吗？你已经忘记了哦。对，真的已经忘记。有人说，因为有的像我有跟同事讲过，他们说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忘记？其实有的东西你越是想要去抓住，会越抓不住，像是。它的味道，这一件啊，这件是他应该是在一月二月那个时候还有穿过的一件外套，其他的外套都，其他的衣服大概都画给他了啦，但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是听妈妈讲说那个要画给他，所以我是有把他拿一件起来放，对。你还把它包得紧一点，怕它味道会跑掉。对，因为我怕，我不知道味道会不会就是时间久了就没有了。就像我妹妹讲的，她只能把酒当朋友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她心里面的想法跟感受。有时候你，因为她觉得说。我们不懂，可是你去问他，他也不一定会跟你们说。就是长久这样子下来，你会觉得说，
你对他的态度，其实你心肝内是足干足足烦恼，然后足紧张，可是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不一定，就会比较冷落一点啊。对，其实他如果不要喝酒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。他离开我们就不会这么的，他如果不是一个好爸爸，其实他离开我们不会这么难过啊。但是我有加班，伊拄啊比我较弹性下班，伊就拢会煮，伊拢会煮互伊做囝食。怎会比我较好煮的啦？我是乌白煮的，伊是真正人伊有研究过，伊较早是咧做胖的。所以迄阵仔，迄段日子，囡仔对伊是真正，囡仔对伊真正做迄落做好的。那伊造成我的困扰时，我尽量闪，啊，不过心内真正会恨伊讲伊较会安尼，伊若无法度吼，甲一个正常人同款。我迄阵仔未体会，真正无法度体会。等到伊吐话三届，第一届、第二届，我嘛拢无法度体会。等到第三届，我甲体会讲，伊有甲我讲一句，今仔伊安尼，伊毋是伊愿意的。我甲伊体会讲吼，伊已经损了不由己啊。啊，不过我想要。在伊身躯做一个弥补的事，无法度，真正无法度。伊完满了后，我若有闲坐伫客厅的时候，我就是向外口看。看的时阵，拢有一点仔感觉，都讲伊伫要回来啊。我就等讲伊伫要回来，啊，不过好不容易经过。经过半点钟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讲，啊，这个人看到袂转来，回头看到伊的身子的时阵，我就好啊，我就讲这个人无可能转来，已经离开阮了。所以在生的时阵，我无一直体会伊的苦。我较放袂落，我们有试过，可爸爸都。把我们挡在外面，可我们方法也不对吧？让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关心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。你不是说要来园区啊？人拢讲，无过袂去的空。啊，不过我的目屎是安怎一直流落来？凡事关怀，嘛要安慰做别人。发生伫个家己的身上，才知影伤口原来比想的搁较痛。我现在13个好了。伊当阿姨就搁想来讲，爱身躯边的人奈无看啊，所以就较接出来，阿姨就开始啊，环保啦、助念啦、工作啦、福田啦，都有啥就来做啥呢？有只要有咱有诶，就变安尼，拿一通电话，拢就是好好安尼。啊，搁有时阵拢安尼阿苦扛啊，啊无我真巧。我无爱像别人讲惊袂出来，因为我若伫遐坐，我就会恐慌啊。师姑奶奶，天天快乐。心门若拍开吼，关关难过的关关过啦，唔能够遐艰苦啊，是啦，唔能够遐艰苦啊，卖好啊。一伯，今日讲我一伯，呼呼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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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呼啊，我唔能够哭啊。
这是旅馆啊。这是环保站。啊，环保志工吼，上面上疼环保志工的啊，啊，所以这爱在啊，迄落啊，爱在用较干净的。因为他进入慈济之后，他会他的脾气改很多，然后会放下身段。啊，也因为我爸就是跟我妈的那个生活模式反而是不一样的，之后到后期我们就会反而会靠近妈妈比较多。说变好，他本来人就很好啦，只是说他更柔吧，对，不会像以前那么的严肃。尽量啊，尽量爱把握当下，做这个代志吼，唔免后，唔免后悔啦，爱一直冲。人生较袂白白空空。真重点就是爱把阮厝内祖囝顾好啦，了伊的迄落啦，伊惊伊迄落一世人放不下，就是伊三个祖囝。啊，搁好，现在阮三个祖囝呐做起落啦，做贴心的，伊伫我的头前拢装甲足坚强的，唔敢互我看到伊的迄落，甲我同款的恐慌啊，无老爸，死去无老爸的感觉是。无伊体会到的人，无法度去了解。阮三个祖囝嘛足需要啊，我嘛足需要阮三个祖囝。供养法，供养经，供养一切众生，愿受一切善，愿断一切恶，誓愿度众生，阿弥陀佛。感恩哦。阿母啊，听闻啥物？看住好只，好只感恩。感恩你。我说听闻啥物？来吃这不要的，快点，还要做卡，再来做，好。虽然常常怨叹先生爱饮酒，但是面对先生的往生，何书记想到先生过去对家庭的好，伊的艰苦也是对先生的思念。朱兄书记的关心，查某囝的体贴甲捌代志，陪伴书记走过这段悲伤的日子。虽然失去亲人的痛，唔知道多久才会好。但是书记希望会当赶紧行出来，唔通让大家烦恼。伊嘛发愿要搁较打拼做书记，回向予伊的先生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